个呢？不好意思，7:48才拿到球，不到一个小时断的，不到一个小时就断了。难道有一个都市传说是松山羽球？不知道那有一个尖端点，那个觉得你下次再来应该很久之后，所以要故意把你弄得快断快断。对。好像补偿来的感觉，感觉反太好。跟他说不好意思，我真的很抱歉，因为我是从台南来的，然后没有发现我身上，但是我手上还非常有，那拜托你帮我查，他说没办法。现在都不给他绑，我都给赚30吧。手机有电，没有棒，打底要准，就是那个怎么讲？我觉得一个两个健康，他这段时间他就跟我讲说，尽量不要穿细线，不穿细线就会痛。但我心里想说，那你穿什么？六月我就算我穿跟靶子大概不太大概打半年，六月嘛就五月，但是断一个小时不到就断了，一直看到，有点离太离谱了。就算没打拿到甜品节，不应该是快断的。我在正中央。啊？断在正中央。那就不是啊，就是他断在正中央，他拿了个大全年的戏。要这么早弄给你，翻那个翻库存，那个票是白条。
任何杀球出现。他都八八的呀，没有他怕断啊。我主力我都是百一的，只有这个单出来，我只有三分的数，就是喜欢他，没有习惯打他单，救的时候就一直打他单，跟他赛没关系，救的时候就一直打他。他是三赛了，那这种现在是打红色。我大部分打对救的救的救的，你再问他，我有一只红的，我两只红的，你可以打打看，中看你，中看你，然后中看你，我打，你要打软一点，对，我喜欢这个做姿势，没有做姿势，对，就刚刚跟他做姿势太硬，就是单身狗太硬，你打我打的就是太硬，不是比较平衡，就比较平衡，对，我喜欢打平衡，不是不会那么硬。这次本来就是后场在攻的啊，啊，这次单打也可以打，所以说这比较不适合他们，有点硬，没办法拉杆，没有那个拉的感觉，没有弹的感觉啊，完了，什么？这么快？可以少按几点？有打，拿到我就打。没有，我只是尝鲜啦，我就没有打过，就想要试试。打，蛮帅的，蛮帅的。怎么？我这好像打不进。
拍了。谢谢。他不会拍拍。我不是说反手的拍拍。